我那个闺蜜的故事很有意义，是说她是在高中的时候，她念这个女校，平常其实女校的女生反而不容易注重外表，因为都是女生，没什么好在意的。然后可是突然，因为她是天生的那个，就是那种自然卷的发质，然后早上要出门不整理，真的是弄像狮子头一样。所以她有一天就突然就真的去买了一瓶什么潘婷什么护发的，就是调整的，然后就早上就花了30分钟去弄喷啊，然后就弄那个头发。哇！结果他要出门的时候，他妈妈好火大啊、哦！火大说好像快要把他赶出去，还是要把他的皮扒掉这样子的骂他，说怎么会去跑去用这个东西，用这个头发弄这么久，然后这样也没有比较好看啊，什么什么，好把他骂一顿。好，然后他自己心里不明就里。其实我只是因为真的是睡觉起来这个发质是这样子，我把它弄柔顺一点，我自己也比较舒服。竟然被妈妈骂成这样，后来第二次。他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随便就拿了一件很丑的那种 T 恤，就是类似灰色，然后没有什么装饰的 T 恤，穿上去准备出门。他妈妈看到他的时候，就跟他说：“哇，你今天穿得好漂亮。”嗯嗯。那一刻，如果是别人，就是还是继续混沌的过一生。那我那个闺蜜朋友，她就很聪明，她突然就顿悟了，她觉得一个人去评价他的外表，评价我的外表，他背后都是有目的的。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其实她是也许你要去分析，有很多种妈妈，有些妈妈是只能自己漂亮的，有些妈妈是不喜欢你那么早暴露你的女性特质的，因为你暴露女性特质之后你就要被男生追走了，她这个摇钱树就不见了等等。就是说人家去评论你的这个外表，其实如果比较不单纯，或者说大部分有一些内心，有些比如说假设啦，我不单纯，我去这个称赞吴婉姐的外表，吴婉姐长得很漂亮。虽然我讲的是事实，但是有没有可能我背后是希望借此拉近我跟吴婉姐之间的距离？对她有什么样的目的？所以每一个人去评论你的外表，她背后一定有一个可能的意思，不然她不会无聊，她不会说自己漂亮就好了。我们都以为把她当真的呢，想要在外口吃饭，人家讲哎，你敢正身翁嘿啊？我少年啊，你到冰端收着啊未？这股应该自己教的，不可能啊！我讲的没错，是入伍啊！所以你再把它应用，当人家说你丑的时候，其实如果你去想说，他说我胖，他背后一定有他想要诋毁我的恶意的时候，你如果了解这一层关系，你可能不会那么受伤。比如说我自己也常常嚷嚷说我要减肥，可是每次减肥不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其实身体里面有一些脂肪也好，不然像任达华被刀刺进去的时候，为什么能够送医院？是因为他还够里面还脂肪还够。这样你也可以对，所以你要去想嘛。所以其实像黄医师讲这个，我就很赞同。像我就是那种很希望女儿可以漂亮的妈妈，对。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因为我自己很重视，我很克制嘛，我希望自己那个身形都要维持得很好，即便现在年纪这么大了，像我就会 push 说，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妈妈朋友这样，那我就会跟我女儿讲说，哎，你吃少一点啊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就会要发的，哎，我会谁谁样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后来私底下，然后我那些妈妈朋友说，没啦，你就睡。对，就睡。那我就心想说，那等到我女儿不在的时候，我都跟她讲说，孩子要鼓励你们，不能这样。这个年纪已经17、18了，要懂得要去修身了，对。而且那个身材要注意了。她说不懂啊，这个时候不要。黄医师有没有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目的啊？这个时候不要，这个时候休息，然后男生来追求了。你看他重点应该要读书啊，然后一堆男生来，然后他就开始心思就摆了，摆在恋爱或干什么？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吗？等到上大学了，然后稳定了，到时候要调整再调整。你看有道理，我觉得是不是高中女生？一定要为了功课让他吃到80公斤，哎呀，不行！那如果说要嫁人的时候才瘦成50，应该这样子。你意思是这样吗？我要那些妈妈不行啦，80变成50的时候，那个很像是那种肥胖纹的那种妊娠纹，那个肉还是存在，不行啦，还觉得伤体。所以你看，妈妈讲这背后都有那个有意义的。那我是喜欢女儿漂亮的，他们没有，你没有考虑到，不行。